我现在在你床上，很差。什么很差？胸平无肉，腰粗似钢，你说差不差？ 是你给我换的衣服，你猜呀？小神鱼，我掐死你！你在干嘛？没看见我要摔倒，萧大人，这是诚心诚意的在扶我。 你来干什么？是爹让你？想得美！我是来看萧大人的。想不到碰上你这么个碍事儿的。碍事儿的，叫姐，就凭你也配当我姐？配不配是你说了算的吗？可惜你比我生得晚，只能叫姐。萧大人，你看。 他就会欺负我，狐狸，他是来找我的。萧人鱼，女人吵架，男人不要插嘴，小心误伤。哦，什么人鱼？冉言，你竟然连萧大人都敢骂，谁犯错我就骂谁。你这个当妹妹的，眼中没有我这个姐姐，我就骂。 也不看看自己浑身几斤几两的晦气，连亲娘都被你克得自杀而亡。你这个姐姐呀，我还真不敢认，我还想多活两天呢。要我说，药王苏家肯答应你这门婚事，你就该拜祖宗了。虽然说你嫁的是苏家的庶子，那个人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对对对，叫苏福。可是人家还是嫌弃你呀，竟然在成亲的当天玩失踪。 摆明就是不要你。